你们起来吗？我是文杰，好久不见。那朋友们，最近有不少的朋友私信我，问我是不是养国，是不是养国？我不晓得，反正我买的康源湿纸的证本呢，我还没收到。我不晓得自己是感冒、流感还是新冠，反正症状一样都不少，微寒、发烧，还有全身酸疼，到后面的疼喉咙一样，疼刀片一样疼的喉咙，包括我这边的鼻塞。鼻腔里那个鼻音非常重，对吧？我觉得我这版目前是杨国他爹杨康。我蛮想晓得，就是看我视频的你们，这版目前是么样一个症状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哈子。反正据我了解的话，我生活在武汉的亲戚朋友90%都是小阳人，有的是一整家都是，有的是一部分。我就在想啊，像我这种平时那么居中防护的，就是出门五分钟消毒两小时的那一种，天天酒精十斤都不离手的那一种，没想到千防万防，就在放开的第一拍我就中招了。这个新冠病毒奥密克戎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第一天我就是喉咙有点个痒，我以为是被我盖多了上火了，哪晓得半夜11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微寒，全身发冷。我冲了两个热水壶在被窝兜里。还是冷，然后凌晨1点钟跑起来泡脚，到56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发烧，38多几，反正38度6以内吧。我觉得我身体是属于蛮好的那一种，平时基本上不生病。这3年来的话，我连感冒都没得过，屋里感冒药也没得。真的非常感谢妈妈，就是在我发烧的当天跑了好多个药房，买回了这两种药，布洛芬没买到，因为都没得卖的了。然后。药房的人还给他推销了四盒阿莫西林。第二天我就是在发烧和全身酸疼中度过的，就是吃了一颗这个药退烧蛮快，但是我吃了身体会有反应，全天就是在睡觉喝水，然后就没得劲。到第三天晚上我就不烧了，但是接下来就经历了像吞刀片一样的喉咙疼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个症状啊，就是那种吞咸都疼的那一种，乖乖，这个症状比发烧难受多了。要是哪个再这么跟我说，奥密克戎就像那个大号的感冒一样的，我真的是要跟他急呀、啊！因为除了这些以外，后遗症还在后头。到第五天，喉咙就不么疼了，然后开始咳嗽、流鼻涕，还有鼻塞，鼻子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专家说这个是，清理战场，是好事。但是我没得嗅觉了，我闻么子都闻不到。说过不太好听的话，就是我上厕所都闻不到臭味。我晓得有的人是味觉没得了，吃东西没得味，我味觉带，但是我什么是闻不到了。专家说失去味觉和嗅觉是抗体高的表现，这么样只能自我安慰一下。从第六天到第13天，这么样的症状就是恢复的慢慢，这么样就是感觉有一口痰就卡了鼻腔头的，就是扒到上面咳又咳不出来，咽又咽不下咳，就想起了就是以前的一个广告，中草药的广告，就是感觉喉咙卡起卡起的，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，不晓得有没有跟我一样症状的啊？而且这么到了一年之中最冷的时候了，就是身体有一点个冷的话，就会非常的不舒服，那个咳嗽啊，还有那个痰呐、啊，就会加重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，保暖，保暖。所以网上别个说不要洗澡啊，可能也是这个道理。但是我不赞成啊，我觉得该洗澡还是要洗澡的。前些时还有不少的朋友问我说，今年在哪里逛香肠？我还跟他说，我说等我今年一家一家的去找啊，一家一家的给你们拍出来。然后目前这个样子的话，我屋里腊鱼、腊肉、香肠全部都没搞。身体要紧吧，过些时再说。反正能到时候能淹的话就淹吧，能淹的话就干一点吧。非常庆幸的是，我的爸爸妈妈一直都是专家口中长得好看的那一种，不是说长得好看你就不容易阳嘛。反正这期间我也一直是跟他们在隔离的状态。我呼吁一下，就是大家还没阳的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特别是屋里有老人和小孩那一种，能晚一点阳就尽量的晚一点阳。错过了这一波高峰的话，应该会好蛮多。拜拜。